照顾你吼，这本地就要送给你的。大家今嘛是阿妈较歹势啦，你千万唔当拒绝的。妈，这我袂当收啦。是安怎哈？我甲子孙有讲好啊，我无惊这款勒索，才会直接登记尔。这我真正袂当收。无关你甲子孙的约束是啥？跟我拢无关系。这是我要送给我的乖孙媳妇的，你爱收来，你绝对收当会起。妈，我讲白啦。会当做翁仔母是修来的缘分，要动也动袂掉。啊，不过嘛爱知影互相珍惜。阿妈，是嘞，我甲子孙的费用是假的，我只是拍假药，我只是来赚钱的，是嘞。我不是跳过伊要欺骗恁大家的感情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唔当哭吼，来，别哭，阿妈也唔哭。阿妈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我伫骗你啊，谁叫你袂骂我？就算无了解伊，子孙的个性，我这做阿妈的，敢会唔知？想想一下就知影啦。讲起来吼，恁的本意嘛是想要安慰阮家的四大啦。妈，你要创啥？我欺骗你啊！啊，阮敢有损失？无啊。而且你对阮的感情是真实的。若真正亲像你讲的安尼，只是一份工课尔，你只要应付一下就好啊。何必把阮大大细细的代志拢记伫心内？阿妈真欢喜，会用个赚到一个好孙媳妇。阿妈，你讲孙媳妇，我真正承担不起，因为我只是照客户行尔。什么人结婚不是拍客户啊？结婚证书就是一种客户啊。你甲子孙要安怎相处，阿妈管袂着啦。啊，不过我真欢喜。你愿意选择对我坦白，这就表示你是信任我。安尼，阿妈嘛想要跟你讲，你无需要自责，无需要良心不安。以后你只要烦恼你甲子孙两个人的代志就好啊，其他拢唔免挂心，知无？多谢阿妈。你要老实面对自己的心，你的心才真正自由。凯宏，嗯，你要叫我下班哦？啊，不过我今晚还无到下班呢。不管安怎，但今晚就是已婚状态，就算我要叫伊回去了嘛，是我。你这样做，除非想要和别人误会单亲，啊！哎，你这个人怎这么无礼貌啊？把我的电话挂掉，快快开口讲这话！我讲的够明事实，咱是翁仔某呢，就算我要冷战，你们关起来都蛮好讲啊。啊，今嘛公开跟廖凯宏出双入对，搁伫个精英医美，喏，你挑工要做有啥物人看哦？我跟凯宏，这不是你讲的这种关系。你敢确定别人拢是安尼想？精英医美完刚拢在看，我看唔免偌久哦，这八卦就满天飞了。张家志同为林洞口救出来了，子孙都一直在想骗我，啊，就靠咧讲无闲空课，一顿饭拢唔肯伫咧厝内底食，根本就是咧听话我嘛。今仔日一定要靠劝伊，对我回去吃饭。啊，若无，我是要安怎跟妈还阁有国庆交代？进前你提离婚，我嘛已经答应。这八卦要安怎传，敢有差？你是突发性失忆，还真正放袂记啊？你家己答应阮爸哦，要留落来。
咱嘛答应阮爸无要离婚啊，毋就是应该为这个方向继续打拼。我是有在打拼啊，啊你咧？当然啊，那无哪有想要找你，做伙转去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是不是应该感动到流目屎？因为你有求于我。我只是过来咧维持咱的婚姻。我是感觉卖勉强啦，到时阵咱搁为着家己的妈妈伫遐冤家，你若是搁维护，你嘛维护到死灰不分，你搁要提出婚姻契约来讲要解约。坦白讲，敢若应付恁妈，我都准备过劳死亡啊！若是要提解约，嘛应该是我来提。总算给我斩着啊！吼，我就讲，恁的婚姻是假的，搁想要搞硬拗。我甲你保证啦，这款代志袂搁发生啊！和你是刘伟坤，我嘛真后悔。坦白讲。我甲你去恁洞口救梓潼、告廖凯宏，迄种感觉，其实我真介意。也阁有啊，之前咱做伙筹备医美大赏活动的过程，迄种同心同力的感觉，我已经足久拢无感觉着啊。所以，我想要把握，敢会当给我一摆机会啊？看你这么诚心诚意求我的份上，我勉强答应你。我是诚心诚意，啊，不过我不是求你哦。敢不是？你讲是就是啦。阿妈，是讲你哪会看起来感觉足忝的啊？我嘛唔知呢，那行无几步吼，就感觉足忝的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搁会感觉安尼要吐要吐。妈，啊，这尔严重，你哪拢无讲啦？对啊，而且你的皮肤哦，看起来嘛，敢若较黄呢。敢有啊？嗯。咱新出迄美国饮吼，我逐工拢有啉呢，而且早暗拢啉啦。照你讲，我的气色应该愈来愈好才对啊，体力应该嘛袂遮尔歹啊。我看吼，找一个时间啦。妈，我带你去病院哦，身体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什么找时间？明仔就要去啊！阿妈、爸，你我先回来。啊？赶紧回来啊！嫂啊，你回来哦！阿妈、爸，子彤，太谢了，您烦恼啊！你肯回来哦，我拢就欢喜的啦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哈。嫂啊！你若阁唔回来哦，我拢准备要去廖家找人啊，无遮尼闲啦。相公无，哎，我甲阿妈哦，啊一工无看到你啦，啊就安尼唔甘丢丢啦，啊食袂落吼，阁困袂去。哥，袂歹哦，你阁知影甲嫂阿带倒回来，若无哦，到时阵你就袂用阁踮在这个厝啊。是咧，我袂讲啥。我是讲真实的啊。若无想安怎，你拢无爱伫咧厝内底食饭。公司敢有遮尔啊无闲？唔着是因为伫咧公司，你才会当看到嫂啊。我拄啊接触公司的总经理，本来就应该加开一寡时间伫咧公司啊。这跟恁嫂也无关系啦。咱是真正一家人啦。无我安怎吵吵闹闹，以后你拢唔通，佮凊彩就离开这家啊。是啦。啊！伊若来这厝内吼，有人惹你生气啊，还是吼你受委屈吼，唔免讲啦，这一定吼是林子深的唔对，你免惊啦，我甲阿妈吼，拢会徛在你这边。啊，恁大家，敢会想过一厢情愿啦哈？恁是真心对人好。啊！人表面是笑笑的，无得靠心肝来笑，恁是一群戆人。妈，单亲的个性就是想着啥就表现出来，你是跟你讲啥啦？你妈以后都是安尼，已经不是头一届啊。
是啦，林峰啊，你莫伫遮吼，讲迄有诶无诶啦。是毋是有诶无诶？迄个真歹讲诶。我诶直觉一向拢真准诶。单亲会嫁入来咱林家，毋是参像表面遮尔啊单纯啦。所以嘛，国庆啊，恁莫阁互伊骗去啊。人讲，互人骗一届是天真，骗第二届迄是含万。那真正骗第三届，迄就真正叫做白痴啊！所以你为美华甲子倩的代志，拢对我骂甲舔舔舔，都是欺负我甲国庆天真，戆戆相信你的话。原来你自头到尾根本就把阮当作是白痴啊！妈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我安尼做，我安尼讲，我拢是为着要保护咱林家。妈，你是有搞未啊？张阿姐讲你要对单亲好，啊，这么一外头就无准算啦。我不管，不管你安怎跟我客气，我今仔日一定要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。我袂当目睭轻轻看到你的人生毁在这小狐狸家的手头。你莫想想，姑姑一直叫单亲去小狐狸家，伊从来唔捌做唔对啥。无唔对啦，你这做大家，哪会当话你讲话这么超过啊？我超过，好，我倒给你看卖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超过？这张，就是伊甲子申签的婚姻契约，所以。伊两个人的婚姻，就是一场大骗局。若不是单亲，有做啥物咧威胁子申？是安怎子申要签这种合约？伊唔呐，逼子申娶伊呢，阁叫子申付伊钱诶。妈，你完全误会啊！这个合约是我叫单亲签的，唔是你讲的安尼。你到今嘛，阁咧替伊讲话？你是想要害恁阿妈，还阁让恁爸爸，让恁气到心脏病发作啥？子申。你安尼做是为了爸对吧？爸，是的，骗你是我唔对，阿哥，这个单亲完全无关系。单亲早就甲我交代，事实就是子申确实是替咱林家找到一个好媳妇啊。啊，那这合约。就无啊！那恁单亲需要偌济钱，咱林家自然爱替伊倒出，因为单亲早就已经是咱林家的人。是啦，阿妈最赞了！林子彤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生啊？你哪会拢无徛在我这边？我真正要把你气死啊！宋单亲。你莫抓假无辜啦！你莫抓准，大家拢为何你，我都无你的法。你即摆给我出去，你根本就无应该回来。妈，你妈，你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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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你来打电话，你出去。妈，你快点进来啦！你放开！哎呀，妈，妈，妈，给打电话，紧嘞，走。